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怎么还在晃？一、哦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这已经够生动、够形象了，你就照着我的画，快快快，一模一样的画，他肯定看懂。对，无敌了。亡羊补牢。啊，错了。啊，不是亡羊补牢，这不是羊吗？这不是龙吗？这不亡羊补牢吗？是马，是马，是马。游戏的规则非常简单呢、首先裁判会给画画的人出个题目，并且只会告诉第一个人哦，第一个人画出来要传递给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要通过自己的理解画出来，然后继续传递给第三个人，等绘画完最后传递给猜题者，如果猜对了就赢了，如果猜错了就输了。对了，每个人绘画的时间只有5秒钟哦，真的是太刺激了，管你听不听懂，看就完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你好好画，否则后面看不懂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三、四、五、一。哦，明白就行了，就这个东西。三、四、五。我这个不是没画完，时间不够，你不能怪我。动物对吗？对。鸟。对啊，有翅膀，有嘴。这是个蜜蜂对吧？对。我这个蜜蜂画的一点毛病没有吧？我这应该也是个蜜蜂吧？有刺儿。是哪呢？没来得及画。惩罚他！惩罚吧！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受不了，受不了！你必须接受制裁，这，你能不能不许说？你说，伸出掌，狠狠的打。需要好好画。三、四、五。你好好画，否则我们都完了。一、二、三。你快点画，你快点，你快点画，你快点。你画了什么？时间到了呀，有五秒，你想了4秒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这差多了，还不是傻子，他能看出来就行了呀。干什么？多了，画的不行。你画什么样我看不懂，我看不懂，我就只能这么描了，我描时间不够了。是你的错，你再丢一下。是你的错，对我。你的错，你的错，你的错，你的错。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。站起来。你理解理解，你理解理解。你先理解理解。没毛病啊，没毛病，我这一点毛病。理解理解再画呀。理解了。就拼在一起就这玩意儿吗？没问题啊。电熨斗。正确答案是微波炉。它到底哪里像微波炉啊？来看一下，你看他画的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他让我一点毛病没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啊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来来，成语。这还不明显？这很明显。都送到嘴边了。等一下，人。也许这个人有个人名呢。啊！夸父追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精卫填海。对吧？一人之下。啊啊！这不是海吗？未画箭头，未一人之下吗？这是啥呀？就是朗朗众生。我以为这是精卫，他下的填海。朗朗众生是为什么是波浪啊？因为我画不出来那么多。现在正式开始认真。一。二、
三四，小靠点谱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呀！一，不是，不是。四五。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甩过来的时候就第三秒了，我画的时候已经第四秒了。啊，你看吧，你就猜这样图是什么？这是个食物，面包。不对。对。这是什么？豆腐。非常相似，豆腐是它长方体呀、啊。豆腐不是长方体吗？可以是。对呀、啊。那你这是什么呢？平面豆腐。来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小二，好好画。一、二、三。走，你哎，你这不对，你这不对的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喂，好。四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能猜住，把这张纸吃了。来来，食物，榴莲。错了，这仙人掌。不是食物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不仙人掌吗？这怎么能是仙人掌呢？我画里没有刺儿啊，你那不就是刺儿吗？那不是黄瓜吗？玉米。你画的是个破玉米、啊，它地儿太多了，我实在画不出来。玉米可以这样表示啊？这不雪糕吗？这就是玉米。月子就这样。这不易拉罐儿，这就是玉米啊！我知道怎么画玉米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不香蕉吗？有病啊！这就是玉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怎么还在画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这已经够生动、够形象了，你就照着我的画。快快快！一模一样的话，他肯定能看懂。对，无敌了。亡羊补牢。啊，错了。啊，不是亡羊补牢，这不是羊吗？这不是老龙吗？这不亡羊补牢吗？是马，是马，是马。这到底是哪环出了问题啊？那佛祖是一马当先，对吧？不是。白驹过隙。白驹就是白马。不是，关键是。没错，过气就是这个是缝过气。很行了，你就很形象，我真画不出来。打手，惩罚错误，承担责任，接受错误。放桌上啊。妈。妈。